10月5日，肖战迎来30岁生日，他于0点准时发布长文，畅谈30而立感受，表示要对外立责任，对内立本事。肖战同时也强调，30而已，30岁不过是人生长跑前300米的结束而已，也是后半段蓄力的开始。既然目标明确，那就继续往前，并表示今年的愿望依旧是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吧。动态配图是一个男青年在夕阳下登山，身影与肖战本人有89分相似。在这个特殊动态里的图片，想必也是经过千挑万选，蕴含深刻寓意的。与肖战一起用色彩柔软岁月，温暖时光。一身粉色的肖战格外清新，完全看不出来30岁了。身着粉色的卫衣，内搭白色打底，再搭同色系运动裤。暖色系给人不呆板沉闷的印象，相当有少年感。粉色帽衫内搭白色 T 恤，眉宇之间尽显温柔与潇洒。喜欢就订阅呗。